高阳王殿下，我家主人请您过去。 你等那么久来找我，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唯一能救李未央的人。侄儿知道，皇叔也很为难，可是除此之外，我别无他法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未央去死，行刑的时辰马上就要到了。父皇还欠我一个奖赏。如果我开口相求父皇不会拒绝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会大大触怒父皇。 我何必傻傻的挑战父皇的底线？我明白。所以作为补偿，皇叔想要什么，都可以提出来。你对李未央倒是真心，但我听说，李未央是杀你母妃的凶手。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未央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宁可相信李未央。 也不愿意相信如山的铁证。如果我救李未央，我能得到什么？只要皇叔救出未央，君儿任凭皇叔吩咐。要救李未央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一个月内娶李长乐为妻。 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，答不答应？皇叔明知道我别无选择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只是，君儿现在有孝在身，恐怕短期之内无法成亲。只要你对父皇说，你娶李长乐是你母妃死之前的心愿，我相信父皇不会拒绝。父皇说话。 谁敢多说？原来皇叔都替我考虑好了，而且我希望李未央永远不知道这件事。我答应，只要能救出未央，我什么都答应。 其实，皇叔不必如此。我看他已经猜到了殿下的用意，是云家已遭圣上厌弃，高阳王殿下这个时候娶了李长乐，那些想支持他的人就不得不需要想清楚了。 他知道殿下这是在逼他退出皇位之争呢。只是，殿下的用意真是如此吗？想要成为本皇的女人，必须要有宽容的气量。本皇想救的人，谁也伤不了；本皇想杀的人，谁也留不下。 殿下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得到圣上的支持，真的要因为一个李未央而冲撞圣上吗？到时候，殿下可能会失去现有的一切。殿下，殿下，真的只是利用我？你这是在骗我，还是骗你自己？ 是北凉余孽，就是。对呀，这应该是。对，该杀。对，该杀。伟英，伟英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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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未央，小姐，未央，未央姐。
白芷，娘能在临终前再见到你们一面，我走得也安心了。小姐，你等等我，白芷马上就过来陪你。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成好姐妹，答应我好好的照顾好我娘。未央，小姐，未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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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未央，未央。圣上呢？回禀殿下，圣上去了御花园。南汉王要是没来得及，殿下要去劫法场吗？未央命悬一线，绝不可以出现任何意外。大胆，你要干什么？高阳王殿下恕罪，皇上命卑职护送殿下回府。圣上呢？回殿下，圣上正与余昭仪在那边对弈呢。从未见过殿下如此慌张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吧？皇上之命，卑职不敢违抗，还望殿下不要为难卑职。殿下，让开！殿下，有本事你杀了我回去领功！殿下，撤！殿下，小心呐！陛下，该您了。陛下，南安王求见。朕现在不想见他。回去吧，儿臣有要事禀告。如果是关于李未央的，你最好别说。父皇可还记得前日朝堂之上，父皇还请儿臣一个奖赏。你是来讨赏的？住口，快向你父皇磕头认罪。是俊儿求你来的，还是你也看上李未央了？他不是帮助大卫打退了宋军的吗？就是，就连赤云南大将军也是他杀的。拓跋浚，你真的如此恨？也罢，今生无怨，来世再见。事情并非父皇所想，赤云南虽然是军逃所杀，但李未央当时被关在天牢，根本无法跟军逃联络，所以纵奴行凶一说难以成立。况且李未央曾经作为和亲公主出使，在守城战中也立下大功，就算功不抵过，也希望父皇免李未央一死。立下大功就可以杀人了吗？儿臣并非这个意思，只是如今天下人皆知李未央抵御刘宋有功，而李未央一直又未认罪，父皇就这么杀了李未央，岂不是被天下人议论？请父皇开恩，暂且收回成命。若朕不允，你又当如何？我的女儿啊，我的爹，不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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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囚犯已验明正身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实在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。圣上有旨，经查明，李未央所犯之事尚有疑点，念其在与刘宋之战中守土有功，在真相查明之前，先贬其为奴，进宫服役。钦此。未央，少主，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啊！你，少主，我什么都不管。如果未央死了，我要去找未央。少主，少主稍安勿躁，李未央没死。姑娘，你可记住了？如今你可是戴罪之身，什么自己是清白的这种话提都不要提了。同样不能提的还有你的身份，从今天开始你不是公主，也不是什么李家大小姐，你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宫女。姑娘可明白？是。姑娘心中是否觉得不公平？成王败寇哪有什么公平可言，皇上恩威所向，未央只有俯首听命。这可不像我所认识的李未央能说出的话。屈云南已死，我大仇已报，皇上答应爱戴凉州子民，又免我死罪，我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也是难为你了。未央告退。所有人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啊。是姑姑。是。那什么，拿下来。哎哦，我是这里的管事宫女林良氏，不管你之前是什么人，来到了这里你就是一个宫女，一个奴婢，如若不服从管教，自有宫规等着你，明白了吗？是姑姑。过来，这些就是你今天要干的活，天黑之前必须洗完，不然的话你就要受到责罚。你们几个快点洗，要是耽误了娘娘们的事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看什么看，还不快洗，小心我揍你。你才刚来，别闹事了，我来帮你吧。哼，算你们识相。这人一直这样吗？
他来的最早，力气又大，我们都怕他。你还是不要跟他作对了，会吃苦头的。来，我教你吧。这样洗，赶快洗吧，如果洗不完的话，天黑之前没饭吃的。虽然被贬为奴，但未央至少保住了性命。你放心，我会暗中派人照顾，不会让他吃太多苦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敏德多谢公主对未央的照顾和帮助。不仅如此，敏德还有一事，后言相求公主。你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就好了，不必行此大礼。你再这样，我可就走了。公主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马上就要离开了。这么快？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如果有选择，我一定回来。公主，未央在宫中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还请公主照顾一二。你既然这么关心他，为什么不自己照顾他呢？这个责任这么重大，你凭什么认定我一定会答应你？公主，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林明德，站住！真的非走不可吗？那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派人照顾好未央。可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回来。你至少要回来看看我有没有遵守承诺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回来。那好，我等你。还有，把这封信交给魏莹。未央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山明水秀的路上了。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说过要游历天下，等我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再回来看你。这段时间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让我担心。弟，敏德。这个混小子竟然不辞而别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。你不要怪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一定不会选择离开你。我当然不会责怪他了，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束缚，他应该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鹰，可以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中，展翅高飞。我只是忽然想到，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心里有点难过罢了。未央，你不要难过，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啊。公主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李明德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未央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。